我觉得每年可以入围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一直都在嘛，对不对？就表示我一直都在，然后你们也一直都在，对啊。所以接下来那个要准备是。你们真的很会答话，每个都可以当那个主持人，真的，还给我回答，不要这么说。好，所以，不管说什么，等下他说什么。台语啦，讲台语，讲台语，你一定会赢。好啦，多谢啦，我真感谢。好，你看我讲什么忘记了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要准备这个阿妹的专辑，所以现在，对。所以很快会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。哎呦，刚那个是被脚被踩到，你的声音好细好长，被踩到。好，接下来要唱这个是比较感动的歌，可是就是这一次张明太有唱没办法唱到，所以我就这一次赶快再重温一下，唱给大家听。我和你啊，站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下去，这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。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，越靠越近。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。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是要憋着呼吸，越靠越